間違い探しの正解の方じゃきっと出会えなかったと思う。ふさわしく笑い合えること、なぜだろうか。涙が出ること。 谢谢你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帮我按赞；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打开喽。然后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哦。还有什么意见的话，留言给我哦。明天也是街头演讲的影片，请大家期待一下。那我们下次见喽。